前不久才推出 Super 的欧洲车厂许勾达，再推全新 Octavia 生力军，让人看到他们积极布局台湾市场决心。除了 Octavia 原先车款，全新入门款的 1.4 TSI 轿车与旅行车型，轿车版的 RS 性能跑车及最顶级的 Combi Scott 也都相继入列，让 Octavia 一家子在台湾团聚亮相。在性能配置上，入门款 1.4 TSI 汽油涡轮增压引擎拥有150匹最大马力，性能版 RS 车款则搭载 2.0 TSI 引擎，激发出220匹 35.7 公斤米最大马扭力，配上红色刹车卡钳、跑车化悬吊等一袭专属套件衣裳上身，更显运动风格。家族中最顶级的 Combi Scott 则满足车主想小小热血的欲望，搭载 Holdex 5四轮传动系统以及 Off-road 驾驭模式，满足热血车主的越野需求。Octavia 新车款强调宽敞空间、高功能性及高性价比等特质，这次全车系登陆台湾，也为国内百万级进口房车市场投下一颗震撼弹。